好，欢迎收看这期的 GG 休斯顿房评。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个房子是一套占地 3.8 个 acre 的一个小农场，这个农场是可以养马的。当然了，这个不是非常大的农场，但是马是能这样跑得起来的。然后这个农场有自己的小水塘，然后房子面积比较大，有5000多尺，占地面积 3.8 个 acre， 所以确实特别的大。这个农场里面有马厩，后院呢有泳池，还有非常大的 patio， 做的就像可以举办婚礼的那种的场地一样。所以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感觉的农场，并且它所在的位置呢又在 Kitty 非常中心的位置，学区很好很好的，高中也是 Single Ranch High School， 所以说整个的感觉是非常棒的，税率比较低，因为是农场的税嘛。在这种 Kitty 的非常中心的位置的农场现在也是越来越少了。那现在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农场。如果您对休斯顿地产感兴趣，欢迎加我微信，关注微博联系我，我是 GG， 我们现在看这个农场咯。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个农场是一个150万美金的农场。今天正好我来拍的时候是一个周六，隔壁的农场主邻居开着兰博基尼出来炸街。哎呀，Dream House 就是买一个农场，这个农场呢是 3.82 个 acre， 也就相当于差不多25亩地左右的样子。那这个农场其实不是很新，1980几年的一个建筑年份。外面的这个门脸就是这样子的，邻居全都是这样的农场。有的新的房子都是几百万的。哇，他出去炸街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一套。好，我们进去看一下。今天拍视频被轰隆隆的兰博基尼的声音给影响到了。一进门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它的楼梯是在侧面的，然后是这样子的，非常的安静，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在。右手边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会客厅，就这样子的感觉。然后它这儿是有个台阶的，你看这要台阶下去，有的人喜欢这种错层的一种感觉，有的人不是很喜欢哈。我是觉得还挺有味道的。然后这边有一个落地的镜子，很漂亮。然后它分呢左边和右边，我们从右边开始，因为右边呢就是一个会客的一个场所啊。这边是我们刚才看的一个会客厅，然后再往里走是一个比较私密的客厅，这个客厅也是挑高的，这个挑高差不多在18个feet左右，这样的一个挑高。我之所以经常说挑高，是因为房子的挑高和宽距是衡量一个房子贵不贵，是不是豪宅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像这个吧，它主要是 3.8 个 acre， 在 Kitty 非常中心的位置，学区也非常好，这样的一个位置的一个农场。像这种农场现在是越来越少了，目前周围所有的农场都已经 pending 卖出了，只有这一套还是在售的状态，这样的一个感觉。这个农场的这个房子呢，它有翻新但不完全翻新，比如一看地面就没有翻新，但是墙壁什么的都做了翻新，然后壁炉也没有翻新，但是洗手间做了翻新。我们慢慢看，往这边走了之后呢，这边有一个门，你看它不开的时候这个门是一个比较私密的感觉，不太出来它是一个门，开启了之后它就是一个 secret room， 但是其实是一个储藏间而已。不过像这种 secret room 我老公就特别喜欢，因为你就可以放枪柜啊，或者是保险箱之类的，你可以把它做得更好看更隐私一点。然后再往这边走呢，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卧室，客人用的洗手间和客人用的卧室，它洗手间都完全翻新了，这些倒是都翻新了，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包括再往这边走的淋浴间呀，都翻新了，都有翻新。然后呢，再往这边就到了客人的这个卧室了。他这个卧室的灯还算是比较漂亮，但是你看地板呢，就还是实木地板，没有翻新，但是墙刷了，就是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感觉。刚才我们是从这个洗手间的这个位置进去的。好，我们现在再往这边走。从客厅这边转过来之后呢，就到了主餐厅的位置。这边是主餐厅，然后所有的柜子都是，我觉得可能是九几年装的这些橱柜，因为这个明显没有翻新。然后这边就是主餐厅 dining room，它主餐厅望出去就可以看到很漂亮的院子，院子很大，有自己的这个。小水塘有自己的马厩，然后再往前走呢，就到了厨房了。它的厨房呢，其实还是比较封闭的，它跟客厅都没有挨在一起。像这种农场，当年都是一些定制的房子，所以它有很多的设计元素，跟我们现在看的普通的建商给的一些房子都不太一样，每一套都有一些自己的特点。厨房也是有翻新的，只是不是现在刚刚翻新好的。你看它的大理石台面，然后整体的色调的感觉也还是挺不错的。然后双烤箱啊，你看这种电器也是比较新的，就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它的这个炉灶是在中间的，但是上面配有了抽烟机。如果说这个您觉得这抽烟机不是很管用的话，可能我觉得是要换一个中式的，因为你看炉灶和抽烟机之间距离特别高，我觉得。吸力够呛，因为一般老美的抽烟机吸力都不是很好。然后在这儿洗个菜，还能看到外面的景观，这样的小设计还是很新颖的。然后再往这边走呢，就是一个早餐厅。一般家里人吃早餐就会在早餐厅里吃早餐，然后也是早餐厅大落地窗户，直接看到外面。然后这个房子的所有的落地窗户都是双层的，所以它都已经换过了。然后这边是一个小小的休息的地方，然后这个门也可以去侧面的院子，然后再往这边走是洗衣房，那就是洗衣房的位置了。然后出去那边，看一下就是他的车库，这边是一个三车库，然后车库往里走。有一个储藏室，这边也是，都是这样的储藏室，黑乎乎的。车库还是有点亮光的，因为毕竟它是有一个那个玻璃的这个车库。从车库进房子这儿还有一个客人用的洗手间，但是不能洗澡，不过有窗户。这个洗手间也是翻新过的，马桶也是新的，这个 sink 也是新的。好，看完这边呢，我们就可以去看一下主卧了。主卧在这样一个位置，主卧也是镶嵌式的橱柜，橱柜应该是九几年做的，并没有非常新。但是保养的还不错，这就是主卧的位置了。主卧非常大，一进门先有一个小的会客厅一样的一个区域，然后所有的窗户都是新的哈，这个倒非常好。这就是主卧，主卧您看到的床也是一个 king 的床。然后那边有一个门可以去院子。然后再往里走就是主卧的洗手间，主卧的洗手间的这些橱柜也都是镶嵌的。然后这是主卧洗手间的一个感觉，然后它这边的浴这个马桶间，马桶也是新的，然后马桶间也是带着这个窗户的，我很喜欢马桶间带窗户，因为好多房子马桶间不带窗户。然后往这边走呢，你看他做了好多的这个柜子，这一点倒是挺好的。这边有一个梳妆台，然后没有浴缸，只有一个非常大的 walk-in 的一个淋浴间。
它这个淋浴间，它这个上面有一个大的淋浴头，然后这边也是一个很大的淋浴头，这边按摩的淋浴头，这些倒是有，只是它把浴缸给砸掉了，曾经肯定是有浴缸的。然后呢，这面呢，这个门进去就是衣帽间。好，它衣帽间是做成了这样的架子，就是这样的。其实这个房子的重点也不在房子里头本身，重点也基本上就是在它的漂亮院子了。但是我们先看一下房子里面，房子很大，有5000多尺。那现在呢，我们可能就要去二楼看看这个房子了。这边是楼梯。上二楼，它的地毯都换了新的，但是并不是换的新的非常高端的地毯，就是普通的。上了二楼之后呢，我们先看一下哈，二楼它分左边、右边，这边、右边，左边，这边是右边。我们现在先去右边看一下，因为右边都是活动的区域。一过来之后呢，这边是一个 game room，一个活动的一个区域。然后它这边是有一个阳台的，就是一个前阳台。我们在前阳台就能看到它前脸到底是什么样子。正好过来看看。哇，这个前阳台很大哎，直接可以通过来，一直可以通过去的。然后看看它前脸，就是这样的感觉。整个这前面部分都是它的前脸，然后再往隔壁就是邻居。好，我们再进去。然后呢，我们再往这边走，它是一个小隔间儿，给做成了一个格子，放点东西的。我觉得这还不如做个酒吧台呢，然后再往这边走就是放映厅了。他把所有的放映厅的东西都把它涂成了深蓝和黑色的调调，整了一个这样的放映厅。还有阶梯式的。好了，看完这边，我们就去这休息的那一部分，也就是一上楼梯的左手边。我们到这边之后呢，这其实就可以看到，这边是一个卧室，然后这是一个洗手间，然后这是洗手间，这边还有2个卧室。那我们就慢慢看，先从这边开始看起。这儿呢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房间，房间里边还套了一个房间，这就像一个大套间一样。门口是一个像客厅的一个位置，然后在里面是。我觉得他以前把这儿做成一个书房了，因为感觉可以放好多书。然后呢，在里面是一个卧室，一个整体卧室的感觉。这个门是一个通向阁楼的门哈，这个不是一个就是能出去的门。然后这边是有一个洗手间的，这个洗手间没有完全翻新，你看它现在石头的这种感觉还是。九几年的感觉，包括橱柜，应该就是九几年当时做的那些橱柜，保养的很好，但是并没有翻新的那种。然后他把所有的马桶都换新的了，这个马桶也是新的。这个洗手间有2个门，一个是从楼梯上来就可以进来的门，一个是从屋里才能进来的门。然后我们就这样出去了。出来之后呢，还有隔壁这2个房间就非常的简单了，就是这边有个洗手间一样。也是九几年翻新的那种感觉，但是这个洗手间呢有马桶，你看它非常干净。我觉得它是九几年做的，装修风格像，但是你看它的所有玻璃都特别干净，这点儿倒是做的挺不错的。马桶也是新的，然后橱柜儿这些东西都不是新的。然后出来之后，旁边有一个卧室，这个就比较简单了，这个卧室。然后在隔壁又有一个卧室。这也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卧室。好了，这就是这个房子里面的一个感觉。现在就让我们去它最有亮点的院子看一下吧。好，现在就让我们去它的院子。好几个门可以去院子，这个门可以去院子。然后我们再往这边走。
厨房的门也可以去院子，我们就从这儿去院子吧。这个院子3.8个acre，树非常多，看，在这儿做个瑜伽的感觉也真的是很哇塞呀，像在森林里一样。这个是泳池没有处理了，但是需要捞叶子了，因为这两天天气有点降温了，所有的树都掉了以前的叶子，哎，但是有发出绿芽来了，看到没有？又已经发出青芽了，然后这个就要捞叶子了。其实这个主人已经搬走了，但是水还是很清的。然后有个吊床，哇，就这样的感觉。但是这种农场都是自己的化粪池，然后电用的是公共的，自己的水井，水非常的低。听听鸟儿的声音，一下子感觉好美好呀！在这儿做个大民宿真的是够舒服的。我们先从这边走，院子太大了，我们先平行着走一下。然后他这儿还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洗手槽，我觉得他这一块地方应该就是想做一个吧台。平常有朋友来呀，在这儿得喝个小酒什么的吧，我的感觉是哈，说错了不要喷我。然后呢，因为它占地很大，那这些占地就不说了，我们只说些有用的地方。比如说这里，噗，进来之后这边是一个马厩，它可以养，哦，之前它应该是养了2匹马，那2匹马的一个马厩，很新的哎，这个马厩里面的木头都崭新的感觉，你看里面的木头都是很新的感觉。这些对养马啥的我不懂哦。果实，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的小鸟，然后秋千，虽然很安静，但是在其实还是能听到一点点车的声音的，不会感觉很吓人。其实我有点怕很偏远的那种农场，那种感觉就有点害怕了。哇，这边有野花，狗叫声，鸟儿的声音，嗯，就这样的。我本来是想做航拍拍一下的，但是树太多了，我这个航拍的飞机上去我估计就下不来了，所以还是不能航拍的，能这样给大家看看。哇，我看到马了，看到马了，快去看，感觉就好高贵呀，养不起还不能看看了。哇哦！哇，邻居家的那个马厩很大哎，邻居在喂马，我看到邻居在喂马了，我们快去看看。我们所在的这个农场是 Kitty 很中心的位置的农场，并不是偏远的，去学校啊，去 Costco， 去亚洲城啊，什么都很方便，就10分钟就到了的那种，所以它根本不是那种所谓的德州农场很偏的那种哦，属于市中心的一块乐土啊。那边的马视频上好像特别小，哎，它在看我，真好。然后呢，其实呢，您看那个马厩的位置，就是我现在指的这个，这个位置不是这个人的，但是旁边的这块，我们现在视频上看到的这块土地，这块土地呢就是现在这个房东的，他那边还有一个水塘，他把这个分割出来了，待会儿我走过去大家看看。原房东把他的这个地分了几个区块，
可能这样比较便于管理。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区块就是平常他可能散散步啊，休闲一下的一个区块。什么叫鸟语花香啊？像这种农场，您看到的现在的这些草地都是不怎么用去割草处理的，哪怕您要割草处理，也开个那种割草的车，走几下就好了。它基本上是野草，它不是那种我们像普通社区里维护的那种草。你看它这儿呢，我可以进去。我发现这个视频好长啊，光拍院子都拍十几分钟。好了，打开门进来，他把这一块区域把它拦起来了，这是一个活动的区域。这样的一个区域，这边是泳池，然后再往这边走就是一个大的 patio， 他做了一个这么高的大 patio， 光做这个大 patio 也得20万，全是钢架结构的，钢架和木质结构混合的。然后这边还做了一个这样的 patio， 一个小一点的。我觉得他是先做了这个小的，又做了一个大的。然后这边还是可以休闲的一个地方。刚才我们看到了一个车库，车库的这边有一个门，其实这就是那个车库门。这个车库出来就到这个 patio 了。好，我们再往这边看看。啊，这边就是那个车库的门，所以车呢是从这边走过来的。好，这还有一个篮球场。真的，这个房子我航拍就很麻烦了，因为树太多了，飞机刚起来就被树枝给可能就给打到了。然后现在这一块呢也属于这个房子的，我们再从这边走走看看。今天的温度是18至20摄氏度左右，华氏的话我看一下，哦，现在是16摄氏度，华氏，华氏是61，华氏稍微有点阴天。然后我现在走在这儿，特别舒服，特别放松，整个人的感觉。真的，我的 dream house 就是买一块像这么好的地，然后盖一个我想要的一个房子。你看这一点大树。这个得百年了吧，这么大，这一片地全都是这个房东的。光在这儿再盖一套就舒服到不行了。这边是可以让你再盖的，但是成本还是有点高。然后我们看看房东自己的水塘，嘿，还做了喷泉，你说啊。看到马儿了吗？那个邻居家的马儿。邻居家的地要比他们家要小一些，他们也是养2匹马。水塘，这个水塘是您自己的，所以如果买下来之后呢，要定期一年半载的稍微撒一点除那个水藻的那种药，反正不撒也行啊，都是自然形成的那种。哇，3匹马，嗨马儿，打个招呼，不会咬我吧？其实我不是很喜欢养这种小动物，养起来吧是有点臭臭的。但是你看人家搞得好干净的，地上都没有马粪。邻居家的马也上个镜 ，Hello。这些树都属于这个农场主的，水塘也属于他。
整个一大片都属于它。好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农场所在的位置到底是有多么方便呢，也看一下周边的一些农场的一些价位。今天我们看的这个庄园是一套镶嵌在普通小区里的一个庄园，它的占地是 22.92亩，也就是 3.82 acre。 您看它周边全都是普通的这种社区，而且周边的社区的房价都不是很便宜，基本上都是在休斯顿的中间价位以上的。然后呢，这个房子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么大的地可以分割。我们现在看的水塘和水塘前面的这一块地都是可以分割再建一个豪宅，如果您想分割再售是可以的，分割建了豪宅然后连豪宅一起再售也是可以的。因为很多的庄园都是只有一个产权不能再售的，但是这种是完全可以分割再售的，并且可以用于商业用途，这几点是非常好的，非常自由的。然后我们现在就看一下这张图，就是这个庄园的一个总体的占地的图。由于地块是可以分割的，就可以把它这样分割成一地块和二地块，一地块二地块分别都有入口，分别可以建房子然后再售，这都是可以的，包括这个地可以用于商业，这也是可以的。那么我们现在再看一下这个地位于的具体的位置，它在休斯顿 Katy 这个区非常繁华的一个位置，紧挨着99号高速和10号高速，所以说它离亚洲城的距离只有9分钟的样子。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Costco 的距离，离 Costco 这个超市的距离也非常近，也就只有7分钟的样子。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 Costco 和亚洲城本来就是挨着的哈，所以本身就是离亚洲城近，离 Costco 就近。好，然后现在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这个房子它离其他的地方距离，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房子离医院的距离。只要搜上 Kitty 就出来了。就在这里，对，就是我现在来看的这个位置，它离赫曼医院的 Kitty 分院只有10分钟的距离，所以也是非常近，非常方便的。我们要看一下这个超市，家门口最近的超市真的就是非常近，开车5分钟，走着的话就还挺远的，走着还有30分钟呢。看着直线距离很近哈，但是开车只要3-5分钟就到了。好，现在我们再在我们的后台系统当中看一下整个这个社区房子周边的房子一些价格，我们就设定在2个 mile 这个附近的一些房子，然后看它一年以内卖出的，那价格的设定范围比较大，45%，面积设定在上下2000啊，上下500尺吧，因为2000尺有点大，然后年龄不限，然后是在售的一些房屋。然后1层或2层这个不限，不限这个层楼，然后卧室不限，有没有泳池不限，在这么多不限的情况下，我们就看一下差不多大小的房子在周边。然后其实去年一年只卖出这么几套，它的价格啊、面积都是差不多的。但是您看一下，124万3000美金的它的这个 lot，也就是占地面积只有两万两千多个 square feet，而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是3.8 acre，也就是差不多一个 acre 有4万多 square feet，所以大了差不多6倍的样子。所以周边其实很少有这样的资源，因为本身这种繁华区域的农场就是非常非常稀有的资源了，所以还是非常少的。那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房子就是这样了。如果你对休顿地产感兴趣，欢迎加我微信，关注微博联系我，我是 GG，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